将，臣乃敌众无寡，难以取胜，此乃天亡我从。哎，非战而不愿意。Time!
这敌营之中所唱的歌声怎么跟咱们家乡的腔调一样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我知道了。你知道咱们安史啊是刘邦以德楚地招来的兵丁啊，都是咱们的乡亲，所以唱的都是家乡的腔调。哎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嗨，咱们大老爷忠言逆耳目不识人，信用一坐车引狼入室，如今后粮断绝了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这可怎么好哦？依我看啊，咱们散了吧。对，咱们散了。嘿，小点声，咱们戴五爷军令最严，这事要是让他知道了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对对 对，咱们呢找个没人的地方商量商量去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之心，哎呀，大妈。
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未尝败北，今被韩信夸父，用十面埋伏，空空于垓下，粮草至今又无求兵，从本团吃充沛，有何面貌去见江东父老？哎呀，飞呀！you